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哋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， 又是我 Maggie 为大家介绍手抖的时候啦。咁今日咧，其实想同大家介绍，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 Hermès 里边嘅 Garden Party 啦。咁点解今日会介绍呢两个 size 咧？咁因为呢两个 size 咧，其实一个系30，一个36，都系而家市面咧比较多女士中意同埋喜爱嘅一个款式同埋一个 size， 其中两个 size 嚟嘅。咁 Hermès Garden Party 里边咧，这个咧其实佢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简约嘅款式啦，但系亦都凸显到，即其实一望落去就好多人都会知道佢系 Hermès 噶啦。咁點解會推介呢兩個顏色俾大家呢？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其實佢哋呢兩個顏色呢係屬於三大金剛裏面兩個比較熱門嘅顏色啦。一個係屬於YouTube 大眾灰顏色，而另外一個呢係屬於高 color 金棕色。咁佢哋呢兩個顏色呢其實都有咗一個相同之處嘅。其實你都會見到佢呢兩個顏色呢，佢嘅車線位置呢其實都會用返白色線嘅車線嘅。咁用咗呢個車線嘅設計咧，其實佢喺任何袋款咧，亦都可以凸顯到佢所有嘅款式。因為佢車咗白線之後咧，無論佢做喺 Kelly 好、Birkin 好、Lindy 好咧，其實亦都可以凸顯咗佢成個形態出嚟。因為平時如果你話其他顏色咧，佢都係會用翻佢原始嘅車線啦。咁所以就可能望落去咧，啲人話點解好似個感覺冇咁突出啊，或者點樣？咁佢哋就係佢哋獨特之處咯，呢個顏色。咁而家我哋就嚟睇下，不如佢哋嘅 size 先啦。咁 Garden Party 咧，佢大致上咧，其實整體大部分咧都會用翻 TC 皮所造成，會比較多啲嘅。咁 TC 皮做咧，佢個感覺咧就會比較軟熟少少嘅。當然佢亦都會有 Epsom 皮，但系 Epsom 皮咧個感覺就會比較挺身啲、硬身啲，但系就會比較少咯，冇 TC 皮咁多嘅出嘅時候。咁 Garden Party 咧，佢整體啦都係成翻一個梯形嘅設計啦。咁佢咧，貼心的位置咧，就係佢個底部都會車翻一個底的位置嘅，大家都見到。咁咧令到佢個袋型咧，其實唔會話咁容易下塌啦。就算你裝咗嘢，佢嘅承托力咧都係會比較高少少嘅。咁 Garden Party 啦，佢入邊就係用一個布裏嘅設計啦。如果全皮做嘅話，咁入邊一個布裏，同埋有一個小小嘅拉鍊暗格。咁拉鍊暗格咧就可以俾你放翻一啲你所需嘅貴重嘢啦，同埋佢兩邊紐咧。都可以打開用嘅兩邊，咁會令到佢成為一個另外一個形態嘅感覺。咁如果你話30呢個 size 咧，其實好多女士愛嚟，譬如一般去街用啊，都已經足夠噶啦。因為佢其實你睇到佢嘅容量咧，佢一般你話大人包啊，放把遮啊、化妝品啊，甚至乎而家日出入冷氣地方，你裝件披肩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呢個佢容量係非常好嘅。而36呢個 size 咧，佢高 color 啦，都係用翻 TC 皮造成啦。整體設計同30都係大致上一樣嘅啦。咁但係呢一個 size 咧，點解會咁受歡迎呢？因為好多女士們可能話真係需要放一啲文件啊，翻工用嘅。咁其實呢個咧都適合放到文件啊，或者手提電腦啊。你日常翻工嘅用品都可以放得到嘅，咁佢最好之處咧，大家睇到佢你個 handle 位置啦，咁30咧，佢個 handle 咧係會比較細啲，咁所以就適合咧，其實一般手玩同埋翹喺手用嘅。而36咧，你話夏天個時候咧，其實佢都可以上到膊嘅，但係如果你話冬天你要著褸啊、著外套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會比較悶少少啦。咁而家試埋個上身圖俾大家睇下。咁首先睇下佢呢個，頭先都話佢係一般係手環啦，翹喺手同埋手環嘅呢個。咁如果你話孭上膊咧，就應該唔得噶啦，好多大部分女士都孭唔到噶啦呢一個，因為佢比較細嘅個 handle 會。而36呢個咧，咁佢除咗手拎之外啦，翹喺手啦。咁呢個咧，你勉強其實都可以上到膊嘅，咁孭起上嚟咧都會比較舒服少少啦。咁呢個，咁就算你話裝咗文件都唔怕佢太重咯，有時。好，咁今日咧就睇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如果對佢哋呢兩個顏色啊同埋 size 有興趣嘅話，難得而家有現貨，都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門市睇下，或者下載我哋名人站嘅 Apps 選購㗎。記得帶佢哋快啲帶佢哋翻屋企啦，難得有現貨㗎，拜拜。